摇公益，全部的连环球都是一样，上面下面都是一样，可是你要知道它的步骤吧，它有三个步骤，一下停空，两下打，两下停空，三下打，三下停空，拉下来打，啊，这样你看我做一下的停空做起来，啊，摇一下，拉下来打，摇一下停空，摇下来打，一下的停空你看，摇一下停空打，摇一下停空打，可是现在我教的停空，我没有停空，我单摇动，我摇动停空，这是最新的发明。之前我教的是摇一下，摇一下停空，摇下来打。现在没有了，我是现在是停空带摇动，啊，一下停空摇动打，一下停空摇动打，一下停空摇。你摇的时候你要一边摇一边下，这个球没有停在那边的，那个球能跟着下。你要比球快，那比球快，用前半步出再说完，用前半步都是。前半步最重要还是出在手腕，那，啊，前半步手腕，那，啊，一下停空摇下来，一下停空啊，停空你看有没有？那，啊，一下我摇一下停空呀，啊，我再摇动，微下力比较大，那，啊，一下停空摇动啊，两下停空也是一样，你会一下你就会两下，摇两下嘛，两下停空摇下来了。两下停空摇下来打，两下停空摇下来打，三下停空到下面，一二三摇下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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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在给打的时候都是在短距离打，我来给你摇动的时候在你的眼睛的前面，不要拿高高，也不能高过这个网，在眼睛的前面，从左在这个网。下面一点，要是在这边摇，我们不需要摇，我们在它，是吧？所以在网的中间这边，差不多70-78度对不对？70度对不对？摇下来啊，啊，在这边我们给摇下来，啊，要打高度要有懂得啊。你要是你在这摇，你在打摇啊，你还在摇什么？是吧？啊 ，OK， 左边的摇动，右边的摇动呢不太一样。右边的摇动是移动，肩膀移动，因为我们右边打网边球啊是肩膀移动，所以这边的是 肩膀移动，前半部摇动肩膀移动，啊，前半部摇动肩膀移动，要是你没有移动，你不能这那个死在那边。左边球反拍不一样，左边球反拍我们可以这样来，正拍你不能来，你看这位，啊，你看是吧？就是你看，你不能来啊！你一定要来嘛！那左边不一样，左边你可以来嘛，啊！你可以来。那右边的移动不一样，啊！一二停空，一停空摇下来，啊！对，跟着移动呀！一停空摇下来，啊！一二停空摇下来，啊！一二三停空摇下来，啊！这边要移动，要是你不移动，这只能跟不能移动，是吧？啊！就是正拍跟反拍不一样。反拍的只是电话，啊，还可以给移动，啊，就是连环球的动作。按边球的动作呢，你看，我拍右边这样握，右边这样握，那你看，摇动了，那个要放在肩膀这样拿进去，按线拿进去，摇动了拿进去，摇动了拿进去，摇动了动到球接近拉一下。拉下蹲给他过，这样蹲一下他就过了，啊，这是正拍的，反拍的是左，反拍的是这样，反拍的是拇指压式，反拍的拇指压式，可是呢，一定要在要放式，不要这样不对啊，要放这样，那摇一下，啊，摇一下，那打，摇一下拉进来，摇一下打后面。摇一下拉进来，摇一下摇，摇你微笑力比较大。OK 啊，那中间的连环球呢？中间的连环球，我们是好像蛇一样的，你不可以这样来了，会打到自己，是吧？啊，中间的连环球是这样摇的。啊，我讲到完啊。
中间连环球不需要有步骤的，只要你这样摇摇摇，你打上去边，因为不能不骤，因为太短，距离太短，啊，很危险。